家俩小伙家，两瓶装好四五块钱两瓶。哇，太刺激了，还在流口水。来到家里面哈，就在周五八五六口味面，今天多一个香肠，多一个卤蛋，开学宠粉季。黄石烤肠配杂面，家人们，快手平台临时补贴大牌补贴活动，小红薯烤肠比平时立减8块，
你点左下角链接，见到没？31.9，发五包，每包500克。如果说左下角是39.9，你不要拍，你点进店铺，店铺拍啊。进店铺拍就是31.9，39.9就不要拍。点进那个店铺之后，右上角一个将军回放，那儿能看到是31.9。发五包啊，临时做的一个补贴活动，这活动不多，早拍早结束，完了就那个下架没有了，看到就去拍就行。这个烤肠非常好吃，含油量高。也是卖的非常火爆的牌子，回头客很多。可以煎烤烹炸，你家里有烤箱、空气炸锅都行。如果说没有的话，你可以煎一下，也可以用水煮，多种吃法。这个你可以配点面条、米饭都行。满满大肉块，含油量非常高，你看。鲜嫩多汁的是猪后腿肉哈，你看满满大肉块，它里边是鲜嫩多汁的，不是油啊，一点都不腻，包汁的是。这个牌子卖了好长时间了，都可能回头客很多，你们去主要就连铺拍也行，看了39.9就不要拍，进主页店铺拍啊，31.9就拍，省了8块。可以配点辣白菜，配点那个辣拌蒜，特别好吃。你看，这是我用那个空气炸锅烤的，带肉，你看满满肉啊。不是那个淀粉，那淀粉的说实话我也不吃，也不带那个，肉里饱满，你看这满口肉，吃起来非常解馋。除了烤肠，我上了几款陈浩导的酸辣粉、麻酱米线，都是大牌补贴的活动，很实惠，你看一下。